合众十二台捷径其中一类新竹县竹东镇田川人三国比赛，草案部托客家戏剧公演来判闭幕仪式。现在三国比赛做得连登判超过半年时期，实在无安改。古早经验真公所特别同县政府提出申请，希望做得登录做无形文化资产。按三国比赛将做得继续判，还阁传承下去。年轻的乡亲就伫顺河跟搭树，比竹东镇三国比赛的泥皮渣来加油。现在安阳泥皮渣玫瑰油神手感，一枪明显用诶。第一次走这个星光大道，被人家掌声鼓励，觉得很开心。明年我还要再接再厉，还能来走星光大道。比到爱三国变梦色，韩国丰富，竹东镇公所特别由镇国的作词，韩国作曲者邱哈来演唱。竹东三国比赛对民国50年起始，比到爱过年的气氛继续下去来判呢，都近判到天54天。镇公所讲，一旦发通是在连登判超过50年，实在困难的。所以今年申请登录做无形文化资产。目前呢，仅供所知晓，新竹县政府文化局来申请，今日评审委员也就到场来。已经评审了，来认同跟你竹东三国比赛列为无形文化资产。中午12点开会已经通过了，所以无形的资产，我们地方政府县级的已经 OK 了，而报道重要，不管特委会。为了爱三国比赛，使得身边国家级无形文化资产。一下公所过三忙的少，按多年来的比赛仔细查，地图又记录大家的三国比赛的故事，是占满珍贵的文件资料。下摆每想我用所谓典藏的方式来保存，希望将客家三国文化传下去。客家新闻部网友新竹报道。